めて詰めて詰めて。弯腰拉扯手，刚要我的命。刚我弯腰拉扯手，那个动作简直要我的命。就手，手然后真插死这样。没有，我这是一开始就站在你旁边，所以不会再挤过去。我当时一开始在这里，他说要我往里面，就往内侧，我就这样。像我不这次不想穿，我两天都会穿同件，因为我今天是两件，也不用，反正我衣服有两件两帽子，我的那个帽子。你说巴斯光年好。紧张的时候，乱蹲是等于大蹲算。小腿乱蹲。是啊。所以我就一直很怕我会小腿酸。嗯。这刚上面那滑，我已经完全直板，我还是动不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雪松松的、啊，雪越松摩擦力越大，就跟我们昨天在雪上走那种感觉一样、啊。好冷哦！你知道雪的颗粒其实是像沙子一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我应该交换，我应该把我的这个内外交换。对，罩在帽，因为教你看教练的穿法。哦，嗨 ，Hello。哎，下次换颠倒，我们再帮你罩。很小，很小。我们只能这样 ，Hello。赶快把手收进去，而且要是掉了就更可怕。膝盖有点酸。之前我在想说，我有带护膝的，我膝盖也有感觉到酸，因为觉得鞋子很重，我的膝盖拉不住那种感觉。哟吼，360！耶！那只我好像研究过，那是 LG 的嘛？你没听到？对呀、啊，我有考虑过买那个，那一只很还是 HTC LG？ 是 LG 吗？你是带多少设备啊？好。然后你还有，已经精锐进出了。GoPro 忘了带。那记忆卡有带吗？大家一时慌忙都会忘记带东西。那可能是贵的购货。那两个扣松掉之后，现在变脚跟在酸。没有问你，我偷偷在里面就是踩在这样一点点，踩一点，踩这样对吗？什么叫踩？就
就是在偏板子啊，我就是觉得我的脚在这样踩，就踩在这一脚，踩在这一脚。你就是因为这样才滑不动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转弯的时候、欸，我是说我在转弯的时候。那本来就是对的、啊。不过其实我们速度没那么快啦，脚很酸，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？鞋子太重的问题。我都不管什么踩了，我根本就不管那个角度，我就是用那一只脚站。不知道那个是学校上课是全部一起上初级班还是怎样。你在篝火哦，又有大风，拿起来。其实还好。然后脚动一动，脚动一动，活血活血。嗯，还好啦。真的要诀只有站直啊。哎，哪边？左边。先不够，对啊，对，还有麻吗？一点点。我两颗，所以我问说你有没有带记忆卡？没有，那算了。可以把弯放大一点，反正速度不快。好，在下面。哦，
没有紧张就会松开了，所以还要再多练习。这样。可以选。这样会怎样？强迫自己压住吗？我要不要？试试看。我会在你前面吗？好啊。以后都给你弄。对呀、啊，我每次都这样。我撞到下巴，我刚刚整个顶到下巴哎、欸！我去看过没有 ？OK。嗯。很痛，你在急什么？嗯。我还没有做好。嗯、你可以叫急吗？很痛，我现在下巴很痛。在这么冷的天，你下巴还被撞一下。对不起。哇，好痛哦！你每次弄这个椅子都要弄到我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弄，都给你弄。对对，都给你弄就好了。对，那你学会啊。对啊。不要像一副怕死要会赶快要放下来，我就还没有做好啊，关子还在下面卡，我下巴真的很痛，讨厌呢，奇怪耶，很痛，这么冷的天被这样打一下，你说痛不痛？
弟叫什么？张环。志恒吗？志恒。是啊。我只记得是直的音，因为他的叔叔叫阿赵，所以我就记得他也是直的音，但是我不记得叫张。对啊。我就觉得是什么有谁来制衡一下，我是这样记，不知道有没有记错。感觉怪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今天是游泳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活动是游泳，因为我今天要洗头啊，所以才找着今天去游泳，这样洗头划算啊。You know？ 嗯。才滑个两趟三趟要下课了吧？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几点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啊。嗯。两次向下，我们刚刚大概花了三十分钟吧。真的乱讲，一下就滑到了。所以我估大的，就是我猜现在十点顶多多一点，不然用看太阳的方式。你是。看什么日晷啊，还是什么？因为太阳全上的话，应该是到塔那边。到塔那边的话，准备动一动，动一动，活动活动。就是十点多一点而已啊。我猜就是这样。动一动啦。我去的是人渣的，我每次都是我的雪站的时候，觉得好滑还是不好滑？不好滑，为什么？有真的要搓吗？我自己的、欸。是说上半身要我不要去动它的意思吗？对。哦。所以你拖着的时候，那我快一点。拖着的时候，身体就比较不会固定住了，所以你必须靠你的双脚去转弯。哦。所以你慢慢去感受一下，什么时候要放平血板，什么时候要让它整个一起转，就不会用身体一下子啊扭过去，然后血板转很快。啊，有时候血板转太快，会突然炸身或者出来血。哦。说的转太快是这样转，对，就是如果有时候可能你会突然来一个身体旋转的话，你的血管基本上会浮动，对啊，这样身体旋转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的重心会跑里面，所以你外环基本上压力不够、哦。我就觉得晃来晃去的，对，你脚会这样，反之会咕噜咕噜。因为你转进来之后，你的这个血管压力不够，它本身就比较容易。原来如此。我们都用那个
比较上下半身分离一点这样。对，因为你现在会整个扭转去带那个弯，或者是发现你的手也会这样晃。然后我们推的太多，我们等下去床歇一下，然后要干嘛？啊？要干嘛？就下去。去那边一下。哪边？教练那边，换一条路线了。这是让你先。先不用练，跑不快，前面才开始。你等我啦。对啊，我先跟你讲而已。右边，
谢谢。